只有四分之三秒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在他的脑海中构思着一篇作品。这个故事更像是一个故事的注脚。那个注脚说，一个名叫米豪·卡图兰的健康快乐的男孩，在即将要遭受他父母连续七年拷打折磨的那个夜晚，他见到了一个长着微笑大嘴的枕头人。枕头人跟米豪坐在一起，两个人玩了一下。枕头人告诉米豪，他以后即将面对的那一些痛苦人生，以及他将被自己唯一最亲密的弟弟给掐死，闷死在监牢冰冷的地面之上。为了避免这一刻，米豪最好提早结束自己的性命。而米豪告诉枕头人，但如果我自杀的话，我弟他就永远不会听到我被拷打的惨叫了，对吗？是的，枕头人说。那如果他从来没有听到我被拷打的惨叫，他可能就不会去写他本来要写的那些故事了，对吗？是的，枕头人说。而米豪想了想，他说，那我想我们应该保持事情的原样，因为我想我会喜欢我弟弟的故事，我想我会喜欢他们。于是故事就用了一种时尚的悲凉做了结尾。米豪受尽折磨，而卡图兰写下那所有的故事，可是被一位顽固的警察一扫而光而永绝于世。原本故事应该就这么结束了，可是他突然被打断，因为一颗子弹提早了两秒射穿了卡图兰的脑袋。也许这个故事不要这么结束更好，因为原先的那个结局并不确切。那位顽固的警察，出于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缘故，没有选择将那些故事一烧而光，反而是将他们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卡图兰的档案夹之中，封存起来，以便将它保存到50年之后。这个变故搞乱了作者原本那个时尚的悲凉结局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多少保存了这件事件的精神本质。